矜贵的外形令人忍不住要打开它，饱满的质地令人好想咬下去，酒香扑鼻，真正鲜味，最滋味，最鲜鲍鱼，最鲜鸭翅。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肾健通能有效养肾、补肾和固肾，里面的提取物主要功能有减缓肾炎症状、帮助排走尿毒、修复肾功能和提升睡眠质素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-9521。北上广深，而家大陆最紧张嘅唔系话放水9000亿啊，呢啲假嘅 P to P 包煲，然后咧就中央人民政府啊接管 P to P， 即系等于中央人民政府放高利贷，保护高利贷啊，因为 P to P 本身就系一个高利贷方式，呢啲乜嘢都唔关心，对于一般人。最重要是乜嘢？买猪肉，因为我哋中国几千年嘅文化，我哋最主要食嘅嘢就系猪、猪肉，唔系牛。我哋中国人食牛嘅习惯系相当少，羊都系，羊喺一般嘅，譬如好似内蒙啊、新疆啊、东北人啊会食得多啲，南方人都好少食羊嘅，当然广州啊乜都食啦，广东。但是猪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主食，尤其我们在南方啊、福建啊，什么都要落猪肉。猪骨啊、西施骨啊、煲汤啊、蒸排骨啊，甚至在东北人啊，什么东坡爪子啊，大家都看到猪肉是我们中国人的主要食粮。我们一般啊猪肉消费的每一年最少是5400万吨的猪肉，是食了全球的猪肉的 47.8%， 中国上年就食了5590万吨，你说几犀利？5590万吨，牛肉羊肉平均的是几多？800万吨和500万吨，即是说是他们的1/6，羊的是1/10，这个是事实。但是呢，为什么猪肉这么贵不停地升？我讲一个基本价格给你听。农村的猪肉拉匀14-15元一斤，斤即是大陆的斤，不是香港的斤，大概等于13盎司，唔系，等于13两，等于13两嘅市斤，13两，即系等于1磅多1盎司咁多啦。呢、这个就系大陆嘅价钱，13、14。去到一啲比较大嘅村镇，就18元一斤。如果以三四线城市，昆山呢一类啊。就大概是28元到30元之间，如果有补贴嘅，即是有粮费嘅，就22元一斤。上海勉强都维持住30元、40元，上限50元一斤，差唔多就系呢个价位。睇下你大城市，好似北京啊，已经50元一斤。上海平啲，江苏平啲，但系广东嘅深圳最贵嘅时候系80元一斤。呢、这个就系而家上嗰个猪肉价格。你问好多人点解猪肉咁贵？冇人养，冇人养猪。点解冇人养猪啊？猪瘟，非洲猪瘟，中国共产党一手引入啊，因为抵制其他国家，就去俄罗斯就引入猪肉，出资啲猪就有非洲猪瘟蔓延全个中国。咁你都可以继续养噶，唔得，
点解唔可以？因为非洲猪瘟暂时睇到系对人冇害，但系猪好快一有瘟疫就死，死咗点处理？咪你食死猪肉咯，要火烧，烧咗佢，一系就静鸡鸡农村咪攞出嚟卖死猪。但系最主要个问题就系点解冇人养猪？短短几个月里面所有嘅猪农系唔养猪，因为冇一个赔偿机制，唔好似香港咁，哦，非洲猪瘟，哎呀，今日屠房消毒杀晒佢，几多只个赔几多钱俾你？呢个系香港，大陆系冇呢个机制，即系话如果我染咗非洲猪瘟，我将会一无所得，一无所有。而猪肉点解咁贵？有啲养猪嘅大镇大市。佢嘅豬肉因為怕非洲豬瘟嘅感染，所以豬肉同埋豬不能流通。譬如我喺浙江省，我呢個係一個非洲，唔係非洲，我係一個養豬大場，廣東。哇，喺賣到好價錢，我想落廣東唔得，因為你賣豬肉只可以喺你呢度賣，全部重重關卡，不能夠即係話。我呢度有剩嘅，有多嘅，譬如我十几蚊斤、二十蚊斤 ，OK， 咪十几二十蚊。但我唔能够落你嗰度卖五十蚊斤，我都唔能够嚟你度，因为惊非洲猪瘟嘅传染。所以而家大陆最重要嘅就系要解决猪瘟问题。早轮开放咗啊，我哋嘅美国佬啊，咁啊啲猪肉咁啊入中国。在中美貿易戰的情況底下讓步了，都是入了萬幾噸。萬幾噸是什麼數？原來我們中國每一年是要吃五千幾萬噸，一萬噸只不過是五千分之一，可以幫到什麼忙？現在大陸開始調整了，就告訴大家吃豬肉不好的。為什麼？因為你的人本身就個個喜歡吃豬肉，系咪？亦都習慣咗食豬肉，啊，包雲吞啊，包餃子啊，有幾多牛肉牛肉餃子啊？你話俾我聽，係咪啊？係攞種味，攞種肉味，咁點啊？為咗控制價格同埋人民唔好反彈，可以做啲乜嘢？最簡單，抹黑豬肉，哇慘！我哋又唔係伊斯蘭教，咁我哋做乜嘢？豬肉有咩唔好？哎呀，不如全中國啦，全部信曬伊斯蘭教，咁咪唔食豬肉，咪解決咗件事咯，係咪啊？全部信奉啊真誠阿拉伯可咪得？你又唔得啊？你打壓到穆斯林到咁樣，係咪啊？打壓穆斯林打壓到咁樣，夾硬要佢食豬肉，難怪豬肉貴啦。咁如果貴落去，開始啲人頂唔住，就嘈個價格。我哋中國人全部都係。为两餐，民以食为天，乜嘢最紧要就食，食到落肚，食得饱。所以你留意一下去大陆嘅人哋啊，包括台湾都系嘅，一讲食一块未啊，食咗。我中香港人好中意食一块未啊，食咗软噶啦，佢系咩？食饱未啊？饱好重要，你食饱未啊？最紧要食得饱啊！包括台湾人，你留意一下都系咁。大陸更加啲，佢會問你，你尤其喺北方，你食得飽，你食飽未？而家抹黑豬肉，膽固醇過高，哇！喺全個中國而家就係打壓豬肉，脂肪又高，膽固醇又高，啊，唔好食豬肉啊！食豬肉啊，好容易會影響心血管健康，又容易肥。咁样写啊，想办法打击猪肉啊，所以呢少啲食猪肉啦，更加健康。咁食咩？食牛肉食羊肉咯，扑街，牛肉羊肉过五十蚊一斤。你家猪肉喺嗰二三四线城市仲系廿零三十蚊斤，你叫佢哎唔好食猪肉啦，食牛肉啊。第一，牛肉唔系中国人嘅主要食粮。因为我哋成日话牛耕田马食谷，当你真系食牛嘅时候，仲要比猪肉贵。但系成个中央人民政府，佢哋根本上冇考虑呢一点。
就是豬肉不健康，吃少啲啦。而家你哋設計咗12個理由，話俾你聽，食豬肉係唔健康，可唔可以咁樣？哦，原來你孭咗隻鑊，非洲豬瘟搞到而家大陸嘅豬價不停咁升啊！人哋連食豬肉都食唔起，亦都冇人養豬，因為你賠償機制出咗問題，亦都唔俾啲豬流通，為咗疫情。你哋而家就話俾人聽，食豬肉唔健康，真係我唔識講而家呢啲咁嘅宣傳機器，呢啲咁嘅國家。但係胡春華亦都落咗區，去嗰啲生產豬肉大省嗰度，話俾啲人聽，喂，要嗱嗱聲，你哋要養翻豬，短時間即係兩手準備，呢頭抹黑佢，嗰頭咧就想辦法令到啲人養翻豬，令到豬價正常。胡春華落咗好多嘅所謂叫做養豬大省，去下達中央命令，你要養翻豬。好啦，如果三四個月之後啊，有人養豬啦，咁跟住佢就會大燈啦。啊，十二度啊，食豬嘅好處，十二度啊，要揾阿謝霆鋒出嚟幫手啦。十二度啊，風味淨係講豬肉，你話啦，中國人連自由食豬嘅都冇，食豬嘅自由都冇，係佢俾你你就有。而家胡春華四周圍下達命令，係命令嚟嘅，你哋要養返豬。因為豬肉係中國人嘅主食，影響民生，亂嘅第一步。講到呢一度，拜拜。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糖辣椒能有效控制血糖，改善胰岛素阻抗，延长胰岛素和帮助糖尿病患者回复日常生活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-9521。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